番茄汁，番茄汁酱，番茄酱哈，不要淋掉，等一下比较香嘛哈。它底下还要，这上面要加油哈，像它这样加油，就直接来，不要按太大力哦哈。你如果不均匀，你可以用这个再给它弄均匀一下，弄均匀多一点，比较好吃。好。还没有，阿嬷跟你讲，儿子讲不是的，弄这里，把它擦均匀哈。顾培没时间呢。为什么变这样呢？好，还有阿嬷跟你讲，拿一个筷子。筷子，夹菜哦，夹菜放在啊，对，还有一样灵魂人物还没有出来，这个气势，对，我要抓个气，我觉得，哇，差一点把它忘了。